咁咧，多謝曬周啟生先生。佢咧姗姗來遲啊，我哋好多人喺度等佢，都等到咧泊車泊唔到，所以而家我哋要盡快俾阿生同我哋。咁咧，其實咧，我要開始咧，俾阿 Pam 你俾我講，俾我講一分鐘。咁咧，因為阿 Pam 咧，我認識咗佢咁耐啦，大家好朋友啦，但係就好少傾偈嘅喎。佢喺我心裏面咧，就好似一個女中丈夫咁樣嚇。咁我覺得咧，阿 Pam 咧係白老大。OK， 邊個係白老大啊 ？OK， 邊個係阿 Pam 啊？白老大啊嘛，你有冇搞錯啊？識答，邊個係白老大啊？阿 Pam， 咁阿 Pam 系边个啊？白老大。Yes， 嗱咁我特登啦，写咗一个歌词咧，好简单嘅啫。嚟咯，一、二、三，入立法会，贪贪搵贪，白老大金餐打低黄玉文，明是你。爱港人，但纵一身勇，大白滚好啲啦，都未够啊！喂，你系咪想我唔走？成晚喺度逼你唱到十二点几啦？好，唔好一齐唱啊？一、二、三。法官参白云坛，白老大金餐打低黄玉文，明是你爱港人，万众一心拥大白云坛。四号白韵琴，听到啊？听到 ，yes， 哇！周启生不愧系音乐同埋舞台专家，咁有气氛，哇！真系我非常非常。你睇下，见到有老外啊，鬼佬都喺度啊，撑你啊！喂，多谢多谢多谢入立法会，听白韵琴。白老大金餐打低黄玉文，明是你爱港人，万众一心拥戴白云坛，系咪掌声好嘛？